吃完了没？嘴巴张开。哎，对，好吃不好吃啊？甜吧。妈，我走了啊。嗯，今天这一身衣服挺漂亮的。嗯，妈还挺有眼光。这是我最贵的一件衣服，打完三折还1800呢。今天去夜总会见什么人呢？就知道约会，我同学聚会，我可能得晚点回来，你不用等我了啊。啊，不用急着回来啊，多玩一会儿。看看同学当中有没有单身的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喵喵，妈妈走了啊，拜拜。拜拜。妈，我走了啊。哎。不用急着回来啊！哎哎，别抹了，去参加同学会又不是参加选美，都几点了啊？我打扮的漂亮一点，你不是更有面子吗？快点吧，我告诉你啊，最近沪杭高速堵车了，我们现在出门肯定迟到。知道，我别催。好了。嗯。哎，走吧。等会儿，包没呢。猴子对你的用心，大家都看得出来，你自己心里也很清楚。我能看得出来，你也很喜欢猴子。既然你情我愿的，为什么就不能光明正大接受他的爱呢？齐了呀，那都是大家给面子。哎，还没介绍呢，这位是嫂夫人吧？哦，对，忘了刚刚介绍，这是我老婆小鹿啊。哎，你好，嗨，天飞，车子、房子、妻子、儿子，似有新人呐。就是。没有，你有点问题啊。啊？怎么了？孩子还没有呢，工作太忙，没顾得上药啊。哎，小姨。理解。哎，小姨来了。你们觉得？没迟到，没迟到。哎，小姨，这么多年来你一点都没变啊！啊，班长这是夸我呢。您真的真的没骗你啊！哎呦喂，这一会儿功夫，田飞跟蓝小一都来了，你俩是不是约好的？我跟你说，这回你俩可得好好感谢感谢班长。别瞎说，别瞎说，没看到吗？人家田飞带家属来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这人吧就爱开玩笑。你这人真别介意啊，别介意啊，你别到时候回去让他跪搓衣板去吧。哎，这怎么可能舍得让他跪搓衣板啊？疼他都来不及呢。再说了，谁没点过去啊？经历过挫折的男人才懂得疼老婆，对吧？看见没？看见没？啊，咱们这个田飞就是福气好，娶到一个这么贤惠的老婆啊！田飞，那你不把你这位跟小姨介绍认识认识啊？嗯，不用介绍，我们已经认识了。是吗？是，认识。今天你没有开车来啊？你买车了？老同学都不知道啊，看来蓝小姐很低调。哎呀，好饿啊！班长，你是不是开饭了啊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里面里面里面，走，吃饭去吧。走。我们同学几个干一杯怎么样？来，干杯！嗯，吃菜吃菜吃菜。哎呀，最近晚上我老失眠，怎么了？总是睡不着觉，就是因为听不到老九的打呼声。那时候睡在我上铺的老九，每天晚上打呼可厉害，啊，就打得跟那个舞厅里的迪斯舞曲动次动次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。还有他叫老九，有一次我跟他食堂吃饭，他一次吃9个馒头呢，差点没噎死，还是我救的你，是不是老九？老九，你还没谢谢人家呢啊？揭短是吧？喝酒，是人家喝酒啊。嗯。田飞，我要吃鱼。哎呀，好。你这鱼骨头多。不用弄了，不好弄吧？没事，弄弄就掉下来。哎。哎，小叶。好。好了好了。来来。瞧这小两口甜蜜的。来，那是啊，我们田飞可是出了名的好男人。真会说。那当然，必须的嘛。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
我去趟洗手间。小一，刚才小鹿有点儿不好意思啊。在这儿聊天呢，要不等一下，等同学聚会结束之后，给你们时间。好好聊，小鹿，你有必要这样吗？要不这样吧，我来帮个忙，把你们之间的故事讲给老同学听一听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，怎么样？随便吧。小鹿，别闹啊！我和小一只是打个招呼。小一。叫得很亲热。天飞，你从一开始就不想告诉我同学会的事情，不就想借这个机会跟他碰面吗？他搞得我们家庭不和，你现在倒打一耙说我过分。你先给我说清楚，到底谁在闹？你站住！闹！来，班长，来啊，来，可以。你们三个都出去了，我们还担心会出什么乱子呢。是啊，差点打起来。真的假的？都老夫老妻了，怎么还这么难舍难分啊？历久弥新嘛。天飞，你小子挺幸福啊。就是。小一最近怎么样？还那样，加班下班嘛。有对象了吗？哎呦，那好可怜。我们这一圈好像也就小一你一个是没出镜的剩女了。其实呢，现实挺残酷的，女人年纪越大呢，剩下的价值就越少。而且现在有很多女人呐，喜欢把那些工作很忙、要求很高，把这些话。考虑一下我。那个时候你考虑怎么样，小叶？不用了，班长，大家都别为我考虑了。你不能老想着自由，到时候终老一生了，你要后悔的。哎，就听我的，到时候我们约好时间，电话联系，怎么样？嗯，不用了，班长。哎，就这么定了，就这么定了。来，我们喝酒，来，喝酒。打扰一下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刚好在附近办事。已经结束了，所以来接你回家。小一，他是……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忘了自我介绍，我是马耀祖，腾飞集团的董事长，也是蓝小一的未婚夫。哦，对了，我和小一就要结婚了，到时候请大家来参加婚礼。小一啊，你也太见外了，有这么出色的未婚夫，现在才带出来，咱们恭喜他一下怎么样？来，恭喜！谢谢。哇，他开什么车啊？总裁贝马丁啊，小一这次总算找对人了。哎，你这么至于啊？喂。好了，别干了，咱们去 KTV 吧，走吧，走，来，准备，走吧。
天，早知道我就别急着嫁，凤凰就换我当了。天飞，还记得我们那时候最喜欢唱的那首歌吗？怎么了？啊，我手机落包房里了。不是吧？我去拿一下。那我们在包厢等你。嗯，你先走吧。我们先过去吧。哎，去走吧。走吧。蓝妙妙，2008年4月8日出生。小姨现在日子过得挺好吗？为什么人家一离开你就可以过得很幸福呢？田飞，你有没有自我反省过？反省？我需要反省什么？Thank you.
刚才问你的话还没回答我呢。你还没完没了啊？我只要你回答我。对对对啊，你分析的都对，行了吧？我洗澡去了。等会儿，你还没告诉我呢。那你觉得他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？四个字，我不知道。行，那我告诉你，我觉得他现在的日子过得非常好，并且非常有钱。田飞，你觉得脸红吗？之前你们俩是住在一个屋檐下的，夏天没有超过35度都舍不得开空调，冬天洗碗的时候都舍不得用热水。现在真是一个天一个地呀。我觉得该脸红的人是你吧？啊，是谁以前非要每一样东西跟他比呀？人家买条裙子，你非要跑到商场跟人家买条一样的，你怎么现在不比了呀？人家买辆宝马，你那么有钱也换辆新车呀？我为什么要脸红？我跟他又没有什么关系。怎么没关系啊？你们俩是情敌关系，你忘记了？小一以前是我女朋友，而你现在却是我老婆，为什么呀？你自己心里知道。田飞，你也太自大了吧！怪不得蓝小艺对你一点旧情都不念，难怪你去借钱捧一鼻子灰。不就是宝马吗？不就是几十万吗？几十万在我们这个小区连个朝北的小房间都买不到。对呀，不就是区区几十万吗？那你买一辆新车给我看看呀，我等着啊。爸，我要换辆新车，立刻，现在，马上，必须。我也怀孕了。蓝妙妙，2008年4月8号出生。孩子一定是我的，没错，那一定是我的女儿。妙妙，外婆去买菜去，你要吃什么？跟外婆讲。我也要去，我也要去。哎，妙妙，听话，外公带你去滑滑梯。哎，我们去滑滑梯好吗？我也要去，我也要去。好，跟我去，跟我去。那我们一起去。算了算了，菜市场就那几步路，你自己去溜达溜达吧。我也要。好了好了，带你去带你去，不闹了，跟外公再见。外公再见。哦，再见再见啊！小心点啊！哎。嗯。这个毛豆多少钱一斤啊？10块呀、啊，太贵了，我都赶上肉价了。是的，我拿半斤够了啊。好，那这个2块5给你，好吧？这2块5，待会儿跟我爷拿半斤。这里3块3，好的。哎。小朋友啊，你也喜欢玩金鱼啊？哎，你头上有个脏东西啊，叔叔帮你拿下来好不好？别动啊！谢谢叔叔。妙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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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妙妙！哎呀，妙妙，你把外婆吓死了！你怎么一个人跑这儿来了呀？钓过鱼呀。哎呀，你以后一个人不能乱跑啊！知道了。哎呦，宝贝儿啊，你把外婆吓死了。你好，你好，我在网上看到你们的广告，说可以做亲子鉴定。嗯，好的，请稍等一下，麻烦您停下单子。
小璐啊，你刚才说你去参加田飞的同学聚会，那这买车是你的主意还是他的主意啊？当然是我的主意啦。哎呀妈，你就别担心了，大不了车写我的名字就好。我怎么能不担心呢？就算写你的名字，也是你们的共同财产。万一要是……万一什么？哎，你是我亲妈，盼点我好行不行？哎呀，不是我不盼你好，是我对你的老公不放心。你看那个公司折腾这么多年，这都是什么名堂啊？连自己的老婆都养活不起，家里的煤气费、水电费还有电话费都在你老爸的工资卡上扣。你现在说这个有意思吗？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办？离婚对吧？行，我现在就去离。哎哎，你干嘛呢？你干嘛呢你啊？你看你们俩怎么在一起就吵个没完呢你？你也少说两句了啊！行，这车我们就买，好吧？啊，不过我跟你说清楚啊，车主的名字必须写我。嗯，还有那个旧车卖了，啊，卖车的钱就归你，给你做私房钱，啊，我一分都不要。但你记住啊，千万不能给田飞知道。还是老爸好，就写你的名字，走。你就宠他吧，看等我们老了以后，还有谁能宠他？这是我们的新车吧，刚买的。哇！哇塞！哇！田飞，啊，我现在好想去人民路吃火锅，要不你开吧？好。喂，哦，保险到期了是吧？稍等一下啊。哎，田飞，保险公司来电话说旧车的保险到期，要不要续保？不续了吧，旧车不是都要卖了？行。啊，我们那个旧车打算卖了，所以不续保了。谢谢啊，拜拜。怎么样？咱们爸对我们好吧，说买车就买车。哎，那我们赶紧把旧车卖了，然后把钱贴给他们。我爸为了买这个车，把家里的老底都给我们贴上了。你爸妈真把老底都贴给咱了？嗯。小璐啊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老爸老妈有多少家底？什么意思啊？还是跟你说了吧啊，那天你老爸生日，不是让我到书房去找打火机吗？我就在抽屉里啊翻到了一本存折，你知道上面多少钱？200多万。你偷看我爸存折啊？我再说一遍啊，我没有偷看，我是无意中看到的。田飞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就算我爸有几百万，凭什么借给我们呀？他借给你100万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你现在一天天在外面借钱，别说100万，连1万都没借着，亏了好几千呢。行行行，不借就不借啊！但是你以后也别跟我说什么老底赔光了、家底赔光这些事。田飞，你知点足行不行啊？我爸那么做是希望我们有点紧迫感，别一天到晚老想着老人的钱。我爸高利贷也帮你认了，车也帮你买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别跟我说高利贷的事儿啊，说了我就生气。是啊，这贷款是你老爸还的，没错啊。但你知道吗？我买的那几只股票，这几天蹭蹭蹭往上涨。你爸做这笔交易啊，不仅没赔，反而倒赚十几万，真是打了个漂亮的时间差啊！人情嘛，他赚了，钱也挣了，顺便啊，把房产证都给拿了。要我说，你爸真的是做会计啊，真会算。这车不是说送给咱们的吗？要我猜的没错，这证上一定是你的名字。怎么不说话了呀？有本事把行驶证拿出来给我看看。
凭什么给你看呀？你交警啊？一分钱都没出，你凭什么嫌弃名字？你拿给我看看。干嘛呀？干嘛你？小心点开车！哎，小心开车！干嘛呀？警察同志，有什么事儿？你违章变道，而且没系安全带，请出示你的驾驶证、行驶证。这个。行驶证呢？啊。违章了，行驶证。你们全家都太有思想。田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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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哪儿去了？别找了，田飞出差了，我懒得做饭。哦，冰箱里还有半个馒头，是昨天的，没事吃吧。哎，是不是得像你们老田家亲戚那样，拿着半个馒头就是开水泡着吃啊？哼，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。哎呀，你说家里就咱们两个女的，你吃饭呢就跟猫似的，啪啪两口，我忙活半天，那不都浪费了吗？行，那我出去吃。哎。话说回来，你是结过婚的人了。就算田飞是要饭的，你也是田家的儿媳妇儿啊。我就是婆婆，啊，结婚这么多年了，你给我洗过一件衣服，哪怕是一双袜子呢？哼，这要是搁到过去啊，我们全族人呸呸，还吐沫星淹死你。哎呦喂，我亲爱的妈呀！别说我做您儿媳妇才几年，我做我妈的亲闺女20多年，她都没有吃过给她烧的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压根就不会烧饭。行，那我自己出去吃，小心点啊！衣服穿完记得还我。你啊，半个馒头啊，你自己留着吃。好了，我们来擦。干净。哎哎哎！回来回来回来！哎呀，着凉了，宝贝儿。哎呦，你说你着凉了，咱们就得去医院。妈妈辛辛苦苦赚的钱全都送到医院去了，你还要吃药打针，你说划不划算？啊，乖乖，听听话，穿起来啊！来来来，穿衣服。着凉的呀，快快快！来，伸腿。好，小易啊，啊，你和猴子的关系真的确定啦？是啊，真的？不可能吧？人家家里没有意见。妈，我名校毕业，自力更生，自主购房，又会做家务，长得还行，我哪儿差了呀？好，好，好，你好，人家家里没意见就行啊。我跟你说，现在这个社会不像以前了啊！我带这个小孩，我就必须找离异的、丧偶的，只要我独立、自主、坚强，我不愁嫁不出去。你嫁得好，妈妈当然高兴了。妈妈只是心里有点不踏实。妈，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。女儿长大了，即使没有男人，我带着喵喵也可以过得很好。行，我的女儿让我放心了。放心啊，嗯。喵喵，我们睡觉好不好？嗯，来。苏总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我这个办公室啊，一共103平米。现在呢，我的业务重心也转移了，所以准备租一半出去。来，随便看看。这个大间挺大，应该有40平方吧？那不止。我呢是这样想的啊，这个大间归您，我呢只要那边2间小房间就可以了。
啊，这边看看。哎，请。哎，这个总经理是倒蛮不错的嘛。来。田总，这样吧，这个大件的一半和总经理是归我，然后财务是和另一半归你，你看怎么样？苏总，您真是个生意人哈。这个一半加大经理是给你啊，我就拿个财务室。财务室可是单独隔出来的，连窗户都没有。你却要跟我平摊一半房租，你这生意做的……你可不知道啊，现在的大街上，到处都是招租的写字楼。如果让我加钱，我倒不如单独的去租一个独立的写字楼。对吧，苏总，话不能这么说。废话不多说了，你说行咱就租，你说不行咱走人，主动权掌握在你手里。行，租给您了。谁呀？啊，行了行了，给我挂正点。好的好的。哎，干什么呢你啊？挂什么呢你？这是我让挂的，这宝剑可是开过光的，镇宅辟邪，可灵验了，你可沾光喽。先生您好，您的化验报告单要到后天才能出来，你也太心急了吧。哇，医生啊，你就帮帮我啊，我真的很急。好吧，小齐帮忙找一下有没有一个叫田飞的化验报告单。哦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有的。哎，怎么样？根据 DNA 的检验报告，两人之间存在着99.99%的亲子关系。也就是说，她是我女儿。是的，那请拿好。谢谢了。问你老婆去。妈，怎么了？啊？你这老婆真的好好上上规矩了，一天到没大没小的。你出差了，她差点把我给气死了。真的呀？他谁呀？就算你当了美国总统，也是我们田家的儿媳妇儿。你必须得孝顺长辈，必须传宗接代的生啊。对，妈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等等。什么事儿？你要想帮他说话，免谈，对不起。不是这个事儿啊，等一下啊。妈，我跟你说，我去做那亲子鉴定了。嗯。妙妙。还真是我女儿，真的啊！哎呦呦！天无绝人之路啊！咱天家既然有了个活蹦乱跳的小孙女儿，哎呦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妈，妈，您先别高兴，您坐，您坐，我有事儿问您。说说说，啊，哎呀，你说。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呀？把孩子要回来呀，这是咱们田家的骨肉。嗯，或者干脆跟小鹿离婚，跟蓝小艺结婚。哎，我那天去他们家看了，那房子装修的不错。你看看人家蓝小艺靠自己上海
愣拼出一套房子。你再看看那位，啊，除了睡呀、吃啊，要不就是出去乱花钱，简直是个蛀虫白痴。嘘，轻点，人家都听到了。哎呀，儿子，妈想啊，你要是蓝小姨真成，让他爸妈回老家，我来帮你们带孩子。我是亲奶奶，亲奶奶带孩子对吧？啊，这外公外婆算什么呀？奶奶带是对着呢。啊，那房子是小是小点的，挤挤也够用了。过几年条件好了，咱们再换个大房子，把这小房子卖了。哎，三房两厅两卫的，偏点儿没事。反正咱们现在有个新车，对吧？妈，别说这些有的没的，现在八字都没一撇呢。什么八字没一撇呀、啊？这孩子有了，就有一撇了。有了一撇，啥事儿都成了，儿子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一定要记住。孩子的事儿，跟这小龙半个字儿都不能透露啊！啊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儿子，你傻呀？你是过错方啊，到时候分财产对你不利呀！啊，咱们现在不是换了个新车吗？也值不少钱呢。还有，怎么了？帮我拿个新牙刷。哎，让他自己事自己做。拿牙刷，自己事自己做，你别指着张三李四的，那块不给你拿，光着出来。说太难听了。哎呀妈，这话我就不爱听了，而且您说话有问题。我没有指望张三，也没有指望李四，我指望的是您的儿子，我的老公。哎，我要是不指望他的话呢，今天就没房也没车，您来上海的时候也没有一个落脚的地儿，更没有那么舒服的床睡。您说对吧？接着聊吧。你的母亲大人是不是又向你汇报我的罪行了？小璐，我跟你好好谈一谈。行，谈什么？你是吧？聊新车啊，很好开对吧？别跟我瞎扯啊！谈我妈。嗯。我妈每天在家里啊，洗衣服、做饭、打扫卫生已经够辛苦的了。我不奢望你对她有多少的感激啊，但是你对她至少有点尊重行吗？没错，你妈是洗衣服了，但是把我价值数千元的羊绒衫硬生生的洗成了童装。没错，你妈是烧饭，但是那烧给你吃，你不在的时候拌个冷馒头就直接把儿媳妇给打发了。也没错，你妈是打扫卫生了，但是你妈拿那个拖把在地上那么拖拖，搞得跟水塘似的，那天走路差点没摔死。还有，自从那个抱孩子的事情黄掉了之后，你妈有给过我好脸色吗？没有。所以呀，就她这个服务标准跟服务水平，你让我怎么尊重她，怎么感激她呀？行行行啊，我说一句，你有十句等着我。但是她是我妈，就凭这一点，你对她好点不行吗？行，但我也有一个条件。对我爸妈好一点，我爸妈为你付出了那么多，我不奢望你心存感激，至少不要心怀怨恨，行吗，田总经理？行，咱们以后啊，对双方父母都客客气气，啊。成交。小一，你来干什么？我赶着上班呢。我送你。不用。我想找你聊聊。聊吧。你有什么话赶紧说，我真的要迟到了。妙妙，最近还好吗？挺好的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小一。其实你不用再瞒我，
我已经知道妙妙是我的亲生女儿了。我想先跟你说声对不起，是我背着你去做这个鉴定。不过那天妙妙看我的眼神实在是太震撼了，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她就是我的亲生女儿。田飞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妙妙是我的女儿，谁都不可能抢走她的。你不要那么激动，你冷静点。我没有想要抢妙妙，我也不会去抢妙妙。毕竟女儿跟谁的都没有跟妈妈好。小叶，我知道我对不起。我知道当年我伤你伤得很深，所以我想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，让我弥补一下，啊，小叶。还是爱我的，对吧？否则你当年不会背着那么大的压力把妙妙给生下来。我们一家三口可以重新开始，这样妙妙既不会失去她的爸爸，也不会失去她的妈妈。是，我们没有必要争孩子，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一定会过得很幸福的。妙没有爸爸，是我一个人怀孕，一个人生他，一个人养他。那个时候他爸爸在哪儿？他爸爸正喜笑颜开的和另外一个女人结婚，兴高采烈的开公司，充满希望的期待着另外一个孩子的降生。小叶，你再听我解释。田飞，我求你了，你别说了，我们不可能，我们不需要你。喂，妈。田飞刚才来找我了，他已经知道妙妙身世了。哎，你就别多问了，你跟我爸看好妙妙就对了。喂。猴子，田飞知道妙妙身世了，我现在心里乱死了。OK， 别急，你先冷静一下，好吗？我马上过来，然后我们去找律师，一起想办法。现在，请你千万要冷静，好吗？嗯，我知道了。是的，你等我一下。马先生，您不是要明天才回来的吗？临时有事，所以提前回来了。帮我联系上海最好的律师，我有事要咨询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好，抱歉，久等了。这么说，孩子的父亲已经知道孩子的身世了？我们想知道田飞有没有可能夺走孩子的监护权。我觉得这一点你不用太担心。因为在中国，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去做亲子鉴定的，他需要提供结婚证、户口本、孩子的出生证明等一系列的相关证件。然后你的那个亲子鉴定我看过了，我个人觉得他应该是在某一些不正规的医疗场所做的。把这种东西拿到法庭上，法官会不会认可？我觉得还有待商榷。退一万步讲，即便是法官认可了这个结果，那也得看孩子本身啊。这孩子从小是跟着妈妈长大的，而妈妈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呢都比较稳定，我相信一定会给孩子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成长空间。而他爸爸呢，据你刚才的描述，
他爸爸的老婆应该不知道这回事吧？你想想啊，假如他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一定会在法庭上大吵一番。到时候你觉得法官会把孩子判给谁呢？谢谢你，关律师，到底是专业人士，几句话就把我心结解开了。也不知道会整整一天魂都不在身上。但是还有一点。什么？因为我不太清楚你的前男友是一个怎么样的人。如果他把孩子偷偷带走，或者直接抢走了，即便是你报警的话，警方也很难处理这一类的家庭事务。毕竟他是孩子的亲生父亲。怎么会这样？那怎么办啊？那你就要看好孩子。我们已经咨询过律师了，从法律上来说，田飞是抢不走妙妙的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妈呀，担心的连饭都吃不下。但是，如果田飞硬要抢走或者是偷走妙妙的话，我们也没有办法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当心，因为田飞毕竟就是妙妙的亲生父亲。怎么会是这样？这田飞真不是个东西。当初看见条件好的女孩子，跑得比兔子还快，现在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，跑来要孩子啊！如果田飞真要这么做，我就是拼了老命，也要把妙妙抢回来。哎，啊，叔叔阿姨，你们就别担心了，田飞私自去做的亲子鉴定，法院那边也不一定会认可，他于情于理都是站不住脚的，放心吧。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呀！哎呀，妙妙，你要记住啊，如果有陌生人来接你的话，你千万不要跟他们走，只有外公外婆和妈妈来接你才可以走，知道吗？那猴子爸爸呢？猴子爸爸也可以。妙妙，猴子爸爸，猴子爸爸。妙妙，你长胖了，我都抱不动你了。哦，妙妙，以后猴子爸爸来送你上幼儿园，每天都来。太好了。哼哼。好了好了，赶紧走，迟到了啊！淼淼，在幼儿园要听老师的话，要是有陌生人来接你的话，千万不要跟他们走啊！记住了吗？知道了，妈妈，你都说了100遍了。我都快成小林嫂了。乖，淼淼，来，背上书包。来，亲我一下。亲亲妈妈。真乖。进去吧啊！在幼儿园听话啊。他没事的，走吧。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你别一大早就心事重重的。要是田飞，他有种敢来抢妙妙的话，我是绝对不会饶了他的。我现在刚开始过得好一点，又出这么个事儿，我真的很害怕田飞把妙妙抢走。我想好了，实在不行我就搬家，我就换工作，我绝对不会让他得逞的。我理解，可是逃避解决不了问题的。小一。结婚吧。如果我们结婚了，妙妙就是我女儿了，田飞就永远抢不走了。你
让我想想吧。太突然了。OK。张总啊，我田飞，哎，嘿嘿，您看我们那批货已经发出去那么久时间了啊，您帮帮忙，赶快把货款给结了呗，啊，哦，你有客户是吧？也行，我待会儿打给你啊。小刘啊，哎，是我。你赶快去张总那儿一趟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软的也好，硬的也好，你一定要把货款给拿回来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他如果借口说什么开会了、没时间什么的，你就坐在办公室里等他。哎，你怎么听不明白啊？对，他如果上厕所，你也跟着他，一定要把钱要回来啊！都几点了？田飞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啊？我猜呢，他又去找他的旧情人了。胡说，小心眼儿啊！得打个电话。哎，他要是开车不安全。哎呀妈，千万别纠结，上海堵车堵得跟停车场似的，还没有走路快呢。再说了，田飞有蓝牙耳机的，没事儿。能打？能。打一个。疯了！哎，啊，用户无法接通，肯定是忙。哎呀，谈什么大事儿啊？他那个公司一月到头都接不到几笔像样的生意，还都是散客零敲碎打的，这样业绩怎么上去啊？还不如把公司给关了呢。你这句话我就不爱听，你不要一天到晚摆着个旧社会的脸儿，你干什么呀？男人在外面容易吗？不容易啊！你要是嫌我们家田飞没本事，你趁早去找一个有本事的。当初谁害的我们家田飞啊？一而三，再而三的辞职吧，辞职吧。他还不辞职呢，现在最起码是个经理，是个大经理。哎呦喂，妈，当初可是您的儿子死乞白赖的说：“哎呀，我不要打工，不要打工，我要当老板。”老板那么好当吗？不好当啊。所以啊，我爸就帮他了。现在倒好，我爸退休了，你看他立马原形毕露了吧？你爸退休，你爸早就该退了。你看你爸那走路那样，哎，就这样。人老板的咔停啊！你看我们家儿子，那就是个老板的材料，将来老板就像我。哎，妈，我田飞也怕。你累不累？来来来，吃苹果。看，走路都削完了，来。妈，是我。我今晚有个应酬，会回来很晚。对，不用等我。喵喵，看妈妈给你的城堡搭好了，喜不喜欢？不喜欢，喵喵要自己搭。那喵喵要搭什么呀？搭一个家。陪你祈祷。
呀，是我。爸妈，你们快来把妙妙带进去。你怎么了？我这次来没事的，我就想看一下妙妙。没什么恶意，我只是想和妙妙。妙妙，快听话，妙妙，不是，你让我单独跟他待一会儿，看一眼他就行。我向你保证，我绝对不会说出去。你进去嘛，叔叔，你让我进去。我们家不欢迎你，你给我滚！叔叔，我就看一下。滚出去！谁是你叔叔啊？叔叔，小叶，叔叔。小叶，你们开下门嘛！小叶，你们开下门嘛！走了。走了。总是这样也不是个办法。我现在吓得不敢带妙妙去楼下玩，天天提心吊胆的，这日子怎么过吧？其实天飞他也不会怎么样。他刚才也说了，他只是想来看妙妙一眼。你很了解他吗？你要是了解他，就知道他是个陈世梅，不该跟着他到上海来。好了好了，别说这些没用的了，说了也不解决问题。小姨，你明天上班呢，抓紧去睡吧。啊，有爸在，别怕。哎，当妈连找谁？我儿子啊，田总，大老板。田总啊，我们老总不姓田，连找错门了吧？不对呀，就是这个地方，没错呀。是吗？啊，妈啊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哎，来来来，进我办公室说。哎，他们谁呀？你不认识我呀？嘘，问你呢。哎呀，我不是嫌办公室太大，就把这一半给租出去。啊。哎呀，儿子，没事，妈自己提。我跟你说，这椅子是坏的，你当这什么单位给做的呀？坐坐，我坐坏了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儿子，你坐这，你得找他去。坐这，坐这。哎呀，没事是吧？没事，儿子。哎，哎，儿子，你可是个大老板呐，这办公室也太小，又没窗户，多憋屈的话呀！啊。我不是经常在外面跑业务吗？嗯，要那么大办公室也没用。再说了，没窗户，我挺喜欢的呀，安静。啊，看，妈妈自己带个垫子，安全。还自带？哎，哎，说正经的啊，那么大老远跑公司来找我，干嘛呀？哎呀，妈妈在家就跟露露啊，不说话吧憋得慌，一说话就生气。哦，我就想啊，出来，出来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就走到儿子这儿来了啊！哎呀，可走了。还有事儿吗？我问你啊，你这几天没去找那蓝小姨说孩子的事儿？哎，我就知道你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妈去找他谈判。妈，我都说了多少次了，我和小姨的事儿，我自己处理。你就别操心啊！能不操心吗？啊啊！对，还有一件事啊，你小姨啊，前天来电话说，你小姨跟小姨夫带着他们家孙子，就大牛，要来上海玩。大牛啊！啊，妈就给答应了。你小姨一直对咱们好啊。你爸爸去世以后，咱家的什么煤气罐什么的，都是你三姨咔一扛就到楼上来。你那年考上大学以后，都是你小姨给。得得得啊！您就别让了啊！您要做什么，直说。妈想啊，让他们住到咱们家，玩他个几天。你今天回去跟露露好好说说啊，儿子。还有，别让露露啊，嘎嚓拉个脸给人家看啊。还有，等他们来了，咱们就开上车到上海去转那转那玩啊。咱不是换了个大车吗？这样。也好，报答他们当年对咱们的好，对吧，儿子？成啊，没事了吧？啊，也没啥事了。行了，你先忙吧，妈走了。啊，妈，我就不送你了啊。嗯，回去当心。好嘞，走了。哎呀，啊，儿子，我知道你最近啊手头紧，小姨来，你该花的钱呢就得花，来，你拿着。妈，这点小钱我还是有的，这你养老钱自己留着吧。
我收，我就收起来了啊。哎呀，这钱呢，等妈死了就是你的。哎，呸呸呸，多不吉利，死不死。行，那就先走了。回去吧。嗯。哎呀，妈这个垫子可不能落在你这儿啊。好嘞，早早早点回家，回家跟露露好好说。行了，妈。不要着急。行了，早点回去啊。哎，好嘞。妙妙给新郎官穿皮鞋，哎，使劲使劲，哎，哦，穿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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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好极了。乖哥，我想出去玩一会儿。哦，妙妙乖，家里多好玩啊，外面不好玩。你看，有这么多娃娃陪你。哎，对了，给洋娃娃扎个小辫子好不好啊？哎。哎哎，喵喵，这样不好，把它捡起来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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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怪他了。换了你在家里憋了一天，你心情也不好，何况他又是个活泼好动的孩子。妙妙，别生气啊，一会儿外公啊陪你去滑滑梯，好不好？好。你就这样惯他好了。现在这个时候你还敢带他出去啊？要是有个闪失，我跟你没完。你看妙妙玩的多开心呢啊！哎呀，这光天化日之下，田飞他敢怎么样？你们一天到晚风声鹤唳、草木皆兵的，把妙妙都给关傻掉了。小心点总是好嘛。是。妙妙，哎呀，我是亲奶奶呀！妈妈，妈妈回家。哎，妙妙，你想干什么？妙妙，我们家不亲奶奶。我们家妙妙没奶奶，我们家妙妙没有爸爸啊。哎呀，小姨妈呀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奶奶没爸爸呢，那是缩猴变的还是豆缝里蹦出来的呢？啊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啊？小姨妈妈，你别急呀，让我把话说完啊。嗯，孩子呢是田飞的，他得姓田，我是亲奶奶。嗯，蓝小姨如果跟这个田飞要和好呢，咱俩还得继续做亲家。不过听说啊，小姨现在眼界高了，看不上我们田飞了，那孩子得给我们。我是为了小姨顺顺当当、风风光光的再嫁人。你这是强盗的逻辑呀！别激动，别激动，让我把话说完啊。日子还长着呢，孙女儿是我的，姓田，对吧？我呢经常过来看她的，我是亲奶奶呀。没有，哎，别别。给妙妙，来，哎，你，那好，明天见。哎，我糖呢？哎呀，妙妙不怕啊，没事，没事了啊。刚刚那个奶奶是谁呀？哦，她是问路的，路的啊，她走了，走了。哦，撂下话，说是来日方长，还要常来。哎，真是啊，不怕，不怕，妙不怕啊，不怕啊，哎。嗯，小鹿呢？嗯，上网呢。啊，哎，儿子。啊。妈今天去了蓝小姨家，见着我的小孙女了。妈，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啊？你不要自己去，我自己会处理好的。哎呀，我就是想孩子了，是偷偷去的，看把你吓的。孩子，好吗？好着呢。哎呦，那眼睛啪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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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还笑，哎呀，哎，对了，嗯，你老爷要来的事儿，你跟他说了吗？还没来得及说。啊，你呀，好好跟他说啊，他现在心情啊最重要，要和谐，千万别吵架啊。哎，嗯，知道。小鹿。来吃饭了，我们都等你呢。我那小孙女，嗯，哎呀。
别提了。嗯。怎么又换床单了啊？不是刚洗过吗？对啊，因为你妈有一个良好的习惯，就是出去买菜的时候从来不换衣服，穿着睡衣就去，回来的时候吧唧往我床上一坐。你说脏不脏？你不是说了吗？让我对你妈好点，所以我自己换。行，哎，我想跟你。哎，别，手脏了，赶紧洗手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哎，我老姨家吧，想带他们孙子来上海玩几天。我的意思是吧，让他们住家里。你老家又来人了，这次怎么没有去找你的旧情人帮忙呀？行，我的意思还是那句话，找一个附近的酒店，我掏钱。这不是钱的事儿啊，住酒店，一呢吃饭不方便，二呢显得太身份了。老姨家以前对我不错，所以这次啊，我想表表心意。表表心意就非得住家里呀？行不行？就等你一句话啊！我奇怪了，这家是不是我家了啊？是不是什么事儿都指望着你点头答应啊？行，我又没说不让他们住，咋是让什么呀？住几天？能住几天啊？不就三五天吗？上海再大，无非这几天就玩完了啊。外滩、城隍庙、东方明珠，无非就这几个地方呗。行，那这样，等他们来了以后，他们就住客房，完了你妈住书房打地铺，大家挤一挤。天飞，说起来这个房子是我们的，但是谁买的我们心里都清楚。做人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，别一天到晚摆一张主人的臭脸给我看。每天在蓝小一生活里出现，已经骚扰到他们了。你要多少钱才肯离开？我告诉你，蓝妙妙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是绝对不会放的。200万，现金我会准备好。你想好了，就到我公司来找我。